心口的男孩，每个人的头上呢都会放一张卡，就代表那张卡呢你不能做那一件事情，只要你做，所以我们诱导你们做，对，你要陷害别人去做，诱导，对，所以你们设立的方法呢，设诱，拐带，诱拐。所以你们要赢的话呢，就是越少中那个奖越好。哦 ，OK， 这有什么？每个人都有这个是不是？对，就佩珊没有。这佩珊应该是没有机会用到的。哎，对，因为他永远不会有机会用到这个东西，只有他被用到这个东西而已。如果不明白为什么，去看上一个游戏影片就知道了。我们今天的游戏霸主是。我们先放这个好了。刚刚佩珊讲他不用这个东西哦，他讲他不用。你的油可以捏。来，那佩珊，我们找到一个棒具给你打。你的尾巴。OK， 现在要抽牌。他是玩多久？多少回合？等一下。你玩多少回合？多久？我们要玩。大概玩多久？大概。觉得哪一个比较安全？我觉得玩一个小时。谈时间啊，跟我们。听讲哦。我们家最近很多狗。然后。有几只狗？突然变痒了吧？你们不会玩？你还记得以前说过小时候怎么讲的吗？像狗一样。回忆，回忆，还敢敢说回忆的人。你那时候游戏怎么玩啊？他们一开始是拎拎，然后手放背后，等那个你手放背后，手放背后。谁手放背后？就是下一个人手放背后。全部人手放背后，然后就等他声音。所以那个游戏直接讲了，就讲好了。讲真的，一是零，二是零零，然后就1122，那就00000，然后就拿起来，我去电话，看你要拍，饮料没倒吗？你帮我倒一杯水，唱歌，哎呀，来唱一首林俊杰的歌，没事，来一首。林俊杰的歌，一人一句。你不然你开始哦，你这样子接哦。OK， 一人唱一首和一句。等黑夜问白天。难啊！随便唱一首一句吧。我突然有点想不到哎。总是写。不会。我们在唱歌。总是学不会。再聪明一点。然后呢？记得自我保护。轮到你了。我不要。现在Grab 来了。啊？喂。你这样，哎。你这样子还闭啊！我懂，这个开爆啊什么？偷，你去打扫。头上很痛。哎，这局玩很久嘞，难猜哦。好难耶！好难猜。我就在等你讲，很难啊。
喜欢跟你讲秘密。不会。你们这种讲悄悄话，我 get 不到。我喜欢给你们打，但是我不好想要怎么。啊？喂。那谁点？啊，打很久了，喂。要开话题，可是现在这个人不要接。哦，这样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讲一个明星出来，那你现在马上想他有他自己的单曲。哎，黄立宏，黄立宏。啊？每个人讲一首。大。不请自来。太冷了那边。为什么？冷，太冷。我们想跟明星说吗？因为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打。开镜头。什么鬼？两个手放我肩膀，你好那个。没有。你这游戏黑也不要，你可以不要自导自演吗？你可以不要自导自演吗？你跟我跟观众道歉，给我下跪啦，阿多。因为你是那个。快点。你们是要？你不要，你跟我下跪啦，阿多。大家还不会玩游戏，不要打，破吹。哇，这个有点难耶。有难的，有难的。Oh, every time. 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你不花耶。我就说，一起合作上场的队友。来，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。OK。模仿歌手。来，邓紫棋开始。我们要连串。不要对我说，不要对我说再见你。糟糕啦！这是什么？唱歌。我自己唱。哪只？开到没有？走位，把我们看的到。啊，摇头，摇头，快破脚，快破脚，你吃蛋糕。你好，神队。打开手机。注意，常让你讲下个月回酒后啊。嗯。妈妈想念他。想念妈妈吗？哎，你不在，有吉祥。吉祥哦。啊，香。聊到家了聊。我厉害耶，我真的厉害，我觉得。你七个配合度够高哦。什么样葡萄啊？都是葡萄。哦，你的葡萄呢？我今天吃的。你看。哦，对哦，我们也吃的是啊。我觉得上次比较好吃。你们那葡萄多贵嘛？上次比较贵，上次我们买的紫色那个。哦。买二十多。哪个比较贵啊？紫色。不懂。青色跟紫色哪个比较贵？你喜欢紫色还是青色？我都喜欢你。都可以。啊，做比较啊，两个人给我比较啊。拿下来，有这种牌。这是空的，空的，我们写一个给他。这个很难吧？还跟我聊音乐吗？聊音乐来。Hello。你头发很丑的吗？你弄一下。我不要。不是，真的丑。那你会不会看荧幕？一圈头。没关系，丑就丑。有一圈。
Give me your hand. Give me your hand. 各位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Give me your hand, 佩珊。Trust me. 耶！终于抓到他了，太难了。太明显了啦！你懂吗？我懂啊。是吗？啊。吐舌头。你很懂啊，这样子可以。是啊，这样你就去淘汰自己哦。好，你们两个的对决。我觉得他一定有过了，他应该是原本就中好了啦，我觉得。只是我们没有人对。你先砸了。他应该很早。好嘞，大家，我们今天玩的小游戏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欢乐时光特别快，又是时候说拜拜。走，屋里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怕什么？然后下一次呢？还有。什么？我懂，我打死了。下一次呢？你们还想要看我们玩什么游戏？记得留言给我们，知道那些桌游好玩的啊。蔡永杰，他知道什么答案了？怎么答案？讲出来看。讲出来看。什么答案？不是，我们就打。讲错，我打你。我讲对。我们就拜拜。啊啊啊啊啊！耶！